调的一整个啊，淡淡的这种裸粉色、肉粉色这种颜色，把整个眼部做一个粉色调的晕染，也是眼尾拉长加宽，然后往它的眼头上面这个地方去过渡一下。最重的地方是不是在眉骨凹陷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下面画的时候是不是也画粉色？其实眼中跟眼头还用叠吗？你要是单独去画的话，你还是往前画，但是咱们下面已经画过了就别画了。我加的颜色加的是这个颜色，眉粉色不要从根加，就从它凹进去的这个眼窝加，然后再往根部去过渡，看见没有？淡淡的往前面再过渡一下，用这个紫色跟眉色去做下肢线啊。这个下睫毛我叠的是这种啊，中间就不要给它挨得特别近。把这个鼻子上面的这个截段画得再明显一点啊，加珠光的提亮。高光啊，这个亮光不要打在下面，它是打在正中心的地方。